宠物医疗院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宠物医疗院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有这三只动物。都是猫吗？还是两只是猫，一只是狗？两只是狗，一只是猫。好。然后还有宠物箱。也可以当是宠物旅馆呐、啊。这个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灵骨头的地方。哦，就是哦，那个饲料盒啦。对。这个。那个是什么呢？药台。哦，它是放药药的地方哈、哦。好，零件弄给我看一下。等一下。好高级哦！好，请帮我介绍一下。这个是药。嗯。然后这个真的可以倒出来，只是它没有开关。这个真的，这个动物可以带。哦，动物的听诊器怎么那么小，很可爱啊？因为它是迷你的。迷你的哦。好，还有呢？他的宠物医药包是吗？拍的蛮好的。最后就是这个。好，他们的小房间、小旅馆。那紫斯塔四间怎么只有三个动物呢？因为还有一个客人呢、啊。不是，他是另外一个的。另外一个，那你可以放进去吗？这个还可以打开。嗯。我觉得摆在这边好好看哦，放进来进场。可是，好，那你先帮他们。可以进去上门，然后这个还可以打开。哦，都可以打开哦。可以关机。那我想要看宠物进去的样子。这只猫。猫猫好。我敲一敲，它就会地变的。好。那其他的猫猫呢？它只有两只狗而已。哦，因为两只狗。哦，就很像我们去宠物医院看到的宠物店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小小旅馆，很精致哎。这个可以。哦，有一个客人来了，哇，满满的了，住得进去吗？他好像比较大只。咦，他就从后面了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今天的介绍，谢谢小朵朵。